不做演员，做歌手，不做歌手，做制作人，不做制作人，做热衷公益的人，不做热衷公益的人，反正百变不离的是做一个中国人啊。那个，其实他也很早就开始那个选秀啊，参与节目什么的，那时候是不是就埋下了一个做演员、做艺人的梦呢？其实很多粉丝朋友们应该知道，我去参加那个选秀节目是因为爸爸给我的零花钱，哈，希望多拿一些零花钱才去参加的节目，对。然后我看你其实六岁的时候就拍过电视剧。哎，对。啊，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在学习一些东西，在叫青少年宫的一个培训学校学习一些东西，所以就有机会去接触。那些拍电视剧电影的人，然后就把我选上去拍戏，对。对，我现在影响应该有吧，但应该也有影响吧，但是其实对也是自己的选择嘛，因为妈妈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。哦，是啊。电影方面计划一直在准备，然后希望有一个好的电影跟大家见面。嗯，比较有反转的，然后人物层次比较多的角色会比较倾向一些，然后想演杀手。对，未来希望能够演一次杀手，完了以后希望可以有一些多层次然后内容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。嗯，哦，会，红雷哥、博哥、师傅、迅哥、小猪哥都会问一些他们的意见。嗯，好，谢谢各位。